我们今年一共有四个台大，然后有三个，目前是三个医学院一个牙医。当初就是鼓励学生这样，他就说就希望他好好的读书啦，然后我只是开玩笑跟他说，欸，我老婆常说什么，我女儿如果好好读书，然后他就在中华路一段放鞭炮这样让大家庆祝，然后他就回答，陈炳生就回答说，那我呢，然后我就鼓励他，好，如果是你，那我也是这样放鞭炮。啊，只是因为刚好现在我们就是大家都有大，差不多都有大学了，然后我们才决定了要时尚中华路开始放。